现在时间为下午5:28、27分55秒到28分，要开始试玩这个战斗陀螺，预备，开始！不是战斗陀螺，是指尖陀螺。哦，这个是从美国的一个指尖陀螺，超级漂亮的。哇、哦，已经转了15秒了，而且还蛮重的哦。那转向也算是很稳定，把它定位一下。哇、哦，超漂亮的，对不对？哇、哦，这本身表面是电镀哦，并没有特别的那个光芒。它就看靠那个电镀的反射光而已。哇，好像流星哦！哇，越来越快，越来越快，已经转超过1分钟了。通常越快，也就代表它速度在减低咯。哇，送送送送送。还没停耶，现在是29分44秒，已经快接近2分钟，还在旋转。高速流星一样，很少能看到这么漂亮的那个指尖陀螺。2分多钟了，还在旋转，超稳的啦！哦，又好像流星一样，有没有？咻咻咻咻咻，还能转多久呢？速度已经有明显的降低了，但是还在转。哦，这个颜色好漂亮哦！真的好漂亮，已经超过3分钟，现在速度慢了不少，但是还是在继续旋转。3分20秒。哦，31分25秒哈、哦，我们刚是从28分开始的，所以还在旋转，还在旋转，还在转。有没有机会突破3分钟呢？还在旋转，看来会哦，真的。现在是转的速度蛮慢的，但是它还是在旋转。耶、yeah, ，突破3分钟，3分钟还在转，哇，这个真的是很好玩啊，这个很有质感，而且蛮亮的。大家看到它的图案了吗？完全还没，还在动，这轴承不错。那停止，哦，总共是3、4、42，所以扣掉2秒，所以刚刚是总共是跑了，哇塞，
28分，现在是32分诶，4分40秒诶，4分40秒，超强的结束，超赞的这个指尖陀螺。